钟声，声音一直重叠。哎，你们回去玩的怎么样？回去有没有那个跟我说的一样，然后都没玩到没钱的？有是会有哦时差，你有一句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就是影像会断，会有断一下。谢谢你们 follow， 好，现在要继续来捕鱼咯，看看我今天的状况会是怎么样。刚开就破产，没那么严重吧？那样，我昨天真的赢了不少钱，就很开心啊！如果你们昨天没有看到的，可以那个。哎，有人说今天镜头好清楚，我今天有把那个对比清晰度调高一点，然后还把荧幕就是视讯画面调大，因为有人就是跟我昨天有人跟我建议，就是说我脸就是太小，可是我现在这样子会不会太近啊？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脸好大哦。那我远距离好了，这样有没有比较 OK 一点？一开始会没钱，后面就平平。太快反应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好，我们今天一样继续来玩，看一下。破产了三次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开始也是这样子啊。哎，我看一下，现在升级，哎，我现在可以升级到900的炮，哎，我把声音开大声一点了。鱼潮来临，休息时间，我先把那个炮升等。都欺负我，用150好了。我钻石只剩下20，然后金币30几万。哼，都欺负我。我想他叫我去300，我好害怕哦。300要一次赌很多耶，就是那个运气上的问题。我去隔壁一下好了。我觉得去300不是大赢就是大输。确定。而且这边还有那个什么找刺激，我看小仙都在这里赢钱，这个怎么玩啊？你们有玩过这个吗？这个我好像去那个赌博台，你们觉得我要下什么？我觉得有的很难欸，有的要下这怎么下？你们喜欢吃什么？西瓜好，柠檬还是苹果？星星还有七七欸。有没有？我看一下，点这个好了。这样子是赌多少啊？30。这样压多少啊？压5。是这样子吗？玩一次看看。我小时候都没玩过这个啊，这到底什么？哎，我中嘞！可是我好像只有赌5而已。然后呢，还可以在什么？这上面是什么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
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根本看不懂。然后猜大猜小，猜大好了。九是大，所以呢，我真的看不懂。所以现在是要干嘛？继续吗？猜小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左以左手边的100计算。完了，看不懂哎，随便玩可以吗？得分，再来压，这样会压太少啊。这个每个都压，你点它的位置就会扣多少金币？我看看，这样。这个乘三哦，那还不错啊，继续赌的意思吗？我中了1500，是不是中奖金币1500？然后比大比小，比大，呜耶，这是 double 的意思 ，double， 没有钱可以在这边赢钱，可这个好可怕哦，我要继续赌吗？嗯，好了，继续。你们猜大猜小，猜大猜小，小宝，小玛丽，小时候玩过，但是被骗钱。猜小，哦，输了，所以没有3000。怎么玩？随便玩。没中，好，离开。我看一下，返回。还有这个什么《水浒传》，这个超酷的，有没有？听这声音就知道了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怎么那个啊？压分1800，然后总压分乘200。我们来乘500好了，然后开始。这个我也看不懂好像是要连线的问题。这样子中了吗？什么靠左右向图案？这样我中了，这样就有75嘞。这样感觉还蛮好中的。哇，再来。开始，没有哦，再玩，这会不会跑到那个？为什么不能开始？开始，都没中，这里好难哦。他只给我中一次而已，然后后面都没中。都没中啦，有。有乘500，我看看啊，5000块，那也还好啊，回去吧。我们最重要还是要记得去捕鱼。等一下哦，返回去。视讯的背景竟然有一排哑铃，那不是吧？那个是我之前的运动机啦。你有看到我之前有做一个广告吗？就是做那个仰卧起坐的运动机。红林，你按了一下4500的金币。这游戏它真的很吃运气啊！我就有一下300倍。刚刚有赢了小赢一下吧。哼，都欺负我。300，你不要用900，吓死了。这里面我钱最少小一点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兔子来了，在哪里？
哦，这只哦，是这只吗？孩子们，赶快给我出来抢金币！他怎么不？三百的怪物果然就不一样，这只，这只根本就食人鱼吧？哈哈哈！哎，对面有人要1500，太可怕了！如果他赢了，真是削翻了。哦，我前面有小鱼啊，快走开！我就打那个小鱼，那个小鱼快走开好吗？为什么小鱼会挡在前面？这是要用道具的意思吗？哦，小鱼挡在前面啊，这根本打不到啊！我300 boss 果然就不一样。是的哦，就是小鱼打了它还会出现呢，这是少的食人鱼吧？这也太难了！哦天哪，为什么我还扣钱？为什么打这个还会扣钱？而且为什么隔壁的人在帮我打，好奇怪哦！隔壁的那个为什么要帮我打？哎呦，我又按到了。对啊，这个好难哦！不要打小鱼，小鱼就会挡在前面。他们怎么把鱼打死的？对对，这小鱼还会复活哎、欸！哦，那挡在那边，这也太难了吧！这钱根本就……不用技能就想打倒我，我就没有技能。这也太烧钱了，太……这到底会不会死啊？那只打这么久，谁打到了？1500的8万，你钱太少了，玩这个被骗钱，我不要来这里，好可怕哦！所以我们还是要玩什么一点？我能飞有点吗？建议每1000万不要去三百。比较有成就感，有没有？在这里才会打到我。哼，都欺负我！怎么会这样？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用道具越过小鱼。对，没有啊，对啊，刚刚那边都很多，大概300的都一堆石油王吧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他好像是会随机送那个道具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随机送道具的。要不然用钻石买好花钱。耶、yeah ！可能打了指定的某些鱼，他会送一些道具给你。都欺负我。
要欺负我。好了，鱼虫来临，休息。用道具打越过小鱼，想让大家支持一下。哦，对啊，我觉得我还有一些东西要升级一下。嗯，这个游戏真的很消磨时间。我刚开始下载来玩的时候，然后就为了要赢钱，然后就打了一个小时的命。结果后来开始真的是赢钱欸，我还不知道会有没钱这回事。怎么会有人用这个啊？不能用道具。哼，都欺负我。这什么？哦，对面的人破产。可是你们不用担心啊，如果破产的话，它就是会有一段时间，你只要等待那几。就是几分，应该是一分钟吧，还是几分钟，然后就可以领5000块。虽然5000块很容易，如果你压太大的话，就很快又输了。嗯，嗨，有新朋友进来 ，QIII。虽然这个就是 T 台，大家都是用那个英文的账号，所以我都不知道大家谁是谁耶。你们可以讲一下你们是谁吗？或许我认识的人，因为账号都记不起来，而且这个也没有个头像什么之类的，让我看一下你们头像。85080，哎，是85080，我知道你是平顺的。哦，原来，哦，哎，你们的那个 ID 跟那个名字我都套不上去，哎，对呀，哎，原来你们都有上来，真是要看 ID 这个人，我大概我那个脑袋已经爆了吧。好 ，Terry 的我知道，你的那个跟 Facebook 是一样的。都欺负我。我是小英，小英是哪个小英啊？为什么他前面会有一个那个那个头像是不一样吗？你要复制起来建一个对应表，我也觉得，或是你们常来，然后跟我讲一下你们是谁的。哦，我知道你是 CK， 我知道。都欺负我。昨天有拆雪景啊，你们骗我。那个的人是，那你是谁啊 ？I6110， 现在报名字都要那个直接念账号了。那是电池器具哦。哦，对啦，那是个电池。哦，我知道你有吧。就大家都发现了，其实大家都不想讲出自己的名字，大家都不想被认出来。
青红。这个游戏升级完要马上。哦，对啊，有时候我把它升级的时候，殊不知就是那个超大倍率的，然后或是换到别的地方玩的，然后就是一大，就是一开始就是很近，就是超大倍率。伯安昨天说我猜月圆是谁？这里看起来有很多青红，原来青红有分身，青红分身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谢谢 Rainbow 四9985 ，Follow 新朋友。新朋友都可以上来留言哦。哎，我们这边就是很多都是，其实都是很多认识，本来就是认识的朋友。对，那有些的话就是，如果你们上来发，就是留言跟我聊聊天的话，就是大家都会互相照顾。这里没有学姐，你只有学长蟹。嗨，肖威，你昨天有看吗？你昨天有看我的那个吗？我是那怎么念啊 ？Lester 吗 ？Lester Young 吗？是这样念吗？嗨！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我记得青红不是要大抖内，是青红要分身一二三，全部都要抖，就对了。打小鱼赚一点道具啊，所以打小鱼会赚道具的意思哦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想说为什么别人怎么样才会有的道具？不能温柔点嘛。那就多打一点小鱼啊，我觉得道具很重要哎。虽然我讨厌小鱼在我面前，但他每次都打到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哎呦，走掉了啦！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哼，都欺负我！我是不是六日都开？如果我六日有空的话，就会开。对，如果我们六日有比较闲的话，也不一定会是周末啦。我觉得有时候，平日的话，你们会不会比较有空啊？平日晚上，还是你们都是六日？目前一边运动一边看。昨天有人抖给我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是谁。我就很想说，哎，昨天抖谁在？就是在我第一天开直播，然后就马上赞助我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应该是我认识的人啊。然后有两个，其中一个我知道。然后就想说，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啊？另外一个人是谁？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谢谢你哦，谢谢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像我知道，就是其实在想说要不要开，就是比较晚一点时间，因为会不，因为我看大家好像都开很晚了，就是有些人开到11到12点，这个时间会比较好吗？就是很晚。
是大家准备一起来吃宵夜的意思，然后边打电动的，然后吃宵夜。快考试啦，那你要加油。我看一下，没有每天啦，应该不会每天。嗯，跟队长来运动，好棒哦！我也想要去运动一下。这样会掉道具吗？那先可以掉道具给我，钻石也好，快快快！声音会有点大小声，因为我会这样。那我还是放着好了。谢谢我的新朋友进来。耳麦声音应该会比较稳，对啊，我没有买耳麦，只有五六日有空，对啊，有些人好像是周末比较有空，嗯，啊，点错支，都欺负我，咦，是我吗？耶，赚了三万二。小南瓜来了，在哪里？哪里？这是你的，哎，到底什么时候开啊？我在等你开，你到底开三十号了没？队长上线，队长好哦，运动中还来看实况，你现在还在运动吗？可是晚上开的话，你不是会比较有空吗？因为大家都夜猫子，像这个时间开，有些人还要就是工作，哎，就没办法看，所以你们就要看重播，记得要看重播，重播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如果我有开直播的话，会把它录下来，嗯。对啊，在踩脚踏车，你去哪里运动啊？还是你在自己家踩脚踏车？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看到一个道具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我们有玩冲突，哎，部落中。部落冲突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玩。我们是眼睛及双手在运动。对啊，眼棒是眼睛，眼睛也是要运动，要运动一下。看重播没互动，对啊，还是要就是有直播，有直播的时候就是可以跟大家聊聊天，或是聊一下最近的近况。BOSS 来了。你后面吃泡面啦，你要泡给我吃吗？我没有去买泡面好吗？你看玩到现在很像那个，
一万块，破十百千万，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十万哎，还算蛮多的耶，我到底赢多少钱啊？队长自己胖了要找红人饭，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我真的有胖耶，我胖了一公斤耶，我最近过得太爽了，真的。然后啊，因为是那个周三彩虹，然后就一直吃，然后以后吃胖，然后就表演吃进修，然后结果下去又看到我变胖胖。队长什么时候开啊？到时候会一起玩啊。到时来了就别用道具哦，因为会浪费钱。对啦，因为会浪费道具。哦，我除了玩捕鱼跟那个神魔之外，我会玩一些小游戏。可是小游戏我不知道有没有兴趣，我都会去玩一些就是。可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玩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我很喜欢玩小游戏，现在一关一关的。还有我玩那个剑姬，直播不会用去小线他家开，对啊，可以去小线家开啊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啊？之前瘦掉那么多，不行，还是要瘦。现在不能胖，再胖了就很胖了。回来了，我打这个跟你们那个实况就会赚钱欸。为什么要叫我跳舞啦？我才不会欸，还叫我倒立，这是什么？好狠哦你！都欺负我！豆子来了，等一下我要先打他。可是我现在说不能用道具，可是他如果不用道具，他就不在我面前啊，那这很难打。不可能！有人打到你了。来了，可是我没有冰冻的道具啊，不然我就把它冰冻了。不要跑，拜托，再死吧！好了，让他去吧。哎，算了，浪费钱，放过他了，一定要破产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白龙，白龙。哎，两次到我前面，然后都不死的，真的是命很长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不是我打到了吗？哎，还想说他不死的，走到边边就死了。你知道他叫我用脚自拍哦？你们用叫我用脚自拍不会崩坏吗？
做运动一样的。都欺负我。哪有，你知道我上次有看你们去那个，你上次不是去小倩家，然后在后面吃，就是如果来这边去后面运动啊，我直播在后面运动啊，就我在后面运动边吃。队长的反应。哎、欸，无机超来临！直播红莲唱歌，不要啦！红莲健，哎、欸，什么健康红莲台？看我教运动教学是不是？欸，我要问一下，你们平常都在玩什么游戏啊？啊，还是说你们想要看我玩什么游戏？欺负我！隔壁的破产了。红莲直播画画，可是我没有那个准备题目哎、欸，因为那准备题目都哎、欸，有你看白龙一来，然后就有人打死他了，也太好了吧？他才进来而已耶、欸，这是运气上的问题。我们玩恐怖游戏，恐怖游戏真的很恐怖吗？嗯，叫恐怖游戏。嘿嘿，我要来吃饼干。哎、欸，你们知道这个饼干吗？哎呦，掉下来！你们有吃过这个吗？掉了。看红直播，看红人打 LOL， 那是想看我有没有骂脏话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，有人说打了我都会骂脏话，然后玩恐怖游戏，恐怖游戏到底是什么啊？他这个很是那个什么，有点咖喱吗？咖喱味吗？还蛮特别的。对的，玩恐怖游戏才有效果。画本被没收的小英，为什么小英你有电池在前面？那个电池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对黑台根本不太懂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先等旺子让红莲下载才可以玩，那个下载要钱哦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叫我玩恐怖游戏吧？什么零红蝶？哎呀哎呀！都欺负我！拿到第一名啦！这样，我要认真打了。我要领宝箱，往上来插。哎、欸，这只。啊、走了，退退退！旁边有一个那个灯，可以钓鱼。不是我要的那只。快剩三分钟了，我要得第一名，快点！我差一只。
那个没有那只鱼又没出现，那只鱼叫什么？我能飞有点吗？白龙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走掉了，没有，没有道具了。我差一只鱼啊，那只鱼出现，快点！那只鱼，那鱼在哪？那只鱼不出现啊，我怎么拿啊？哎呦，那只鱼不出现了怎么打？快，那只鱼快出来！啊，它好像在这里！快点，快点，给我，拿给我！我打到了，我拿第一名耶！我都第一次拿宝箱哎，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一下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哎，是拿了几颗？二十颗吗？这是二十颗的那个钻石。哎，看你们看直播的卖运气太好了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哎，摩托车我玩好难的游戏哦，什么打僵尸游戏，其实你们都好变态哦，都会爱看那些那个很血腥的画面，对不对？恐怖游戏就要把绝命精神病院。头文迪，对啊，很多钻石。可以跟大家玩，我觉得这个如果可以找朋友一起玩，应该还蛮不错的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这是捕鱼达人哦，我在粉丝团有公布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哦，那个发布下载连结，你们可以去下载。嗯。嗯，隔壁的中了，不是我。谢谢。Hello。BOSS 来了。对啊，我为什么跟开直播运气都比较好？我不知道玩别的游戏会不会也这样。我喜欢角色养成游戏。现实是订阅退出哦哦。这个 boss 跑到我前面了，为什么我都没有达到冰冻的那个啊？要不然的话就可以冰冻他了。啊，你又游走了，章鱼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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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留下！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是他是章鱼吧？开直播运气才会很强，对。欸，虽然我开神魔，然后疯狂天降，有没有？然后其实我只有三张，然后天降超多的。
都开台不错，对啊，我想说顺便就是跟大家，其实就是最近比较忙，然后粉丝团的讯息真的有点多，然后就没办法回大家。有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如果用直播的方式，然后跟大家聊天，或许我们会比较亲近一点，就是比较没有距离。要不然的话，有时候大家留言我没有回，你们会很伤心。可是我想，就是又没有时间回大家。但是你不要这样子就不留言哦。有时候我发文，然后你们都不留言，我就会觉得好伤心哦。谢谢我新朋友，0417，这是跟我同一天生日的意思吗？鱼草，好，我可以继续吃了，刚刚上一半。Better 吗？这是吗？是这样念吗？我这样都要考英文呢、欸，我这英文超烂的，这怎么念啊？都欺负我！我知道会直播其他游戏哦。留言期待红林会回你是谁？我特地留言留，我特地回复你了。我怕我直播神魔打很烂呢、欸，我被你们笑。丢那个团长的那个硬币。然后我又不很少临时通关的，我没有那么强好吗？哈喽，那个怎么念啊 ？OETHA， 完蛋，我这英文很差哎、欸。你们以后跟我打哈喽，我要先说嗨，我是谁？都欺负我。哦，刘嘉韵，我知道你啊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是最近就是。好像就是最近到我粉丝团，我知道你。今天是我生日，可以对你说声，嗨，生日快乐！这个怎么念啊 ？QWERASDF0123， 我们大家一起祝他生日快乐。可是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大叔，你的 F 脸书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你是威廉，很久不见呢，超久，真的。我觉得我来的真的很烂，我不要丢你这样的脸啊！嗨，乔乔。都欺负我！乔乔什么时候教我打咯？我今天我自己练习耶，可是我那个不知道选哪一个，我练了那个什么法师了，我跟电脑打。然后用法师，然后好难操控哦。侯林被骗了，什么东西被骗？他真的生日吗？我不知道。他说他生日啊，现在你要现在，我现在开始直播可以吗？现在带我 OK 啊，我立马。
可是这样子的话还缺几个人欸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可是我打很烂，我怕我被你电了。没有，就一直骂我说在那边后面好烂哦。很多人说自己生日会是你后面有东西在洗存在感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会这样吗？我觉得我本事不会这样吧。不会啦，生日快乐，我相信你。可以，我上加一，大家都，大家立马报名。小超人几点要开？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今天大家都，对，我们大家都生气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把白龙，耶！好开心哦，这样感觉超赚钱呢，真的。好，跟我扣开。不会啊，他们开。双视窗看，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都欺负我！都欺负我！我也可以开你的啊，对吼，就是会很杂吼。如果一起开的话，就不能看到对方的。真的耶，好像还是有差耶，所以要两个人开，其实好像还是有点困难。不到半个小时，黑到三次白龙。谢谢新朋友 SSIUE 怎么念426你 low 的账号 GG 什么意思什么哦什么 G 哎、欸、哦所以是要乔乔要我的账号的意思吗？哦，那我那些术语都不懂哎、欸，有没有打 low 到有术语啊？哎、欸、，boss 来了，自然打一下，哎、欸，还是打这个白龙。都欺负我。指游戏角色名称要加你，那你们大家都我在这边讲出来，你们大家都会加我，会吗？但是 A 是不是好有限制啊？我就跟大家讲好了。
小超，你今天要开台？你今天要开？你今天要开？OK， 我等一下加你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没有，你知道我今天才刚开始玩而已，其实我不太会玩。OK， 我等一下加你。现在吗？现在立马开，我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我对我剩下一分钟，所以我等一下就立马来开。哎，我跳出好多好友申请哦，真的耶，跳出超多的。好啦，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，然后记得你们今天要截图，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做就是昨天的活动，你只要截图的话，然后会送就是抽两个派利的给你们，然后还有就是还有虚宝，如果你们有玩那个捕鱼达人会送虚宝给你们。然后等一下你可以先开 GGG 我的名单， OK， 我们等一下要去打咯。对，如果可以开的话我会再跟大家讲哦。然后今天谢谢你们来，如果我等一下有什么消息的话再跟你们讲哦。然后谢谢你们，拜拜，我们要去玩。